这个马兰头好像还不大吧？我看市场上买的马兰头很大的嘛。市场上它在大棚里长的着呢。啊，大棚里长的。这以外长的。啊。比那个好吃。啊。它那个大棚里不一样，那个是好温泉里面长的。啊，这样的是吧？嗯、它都有肥，它是上肥的。这个嫩一点啊。嗯，这个嫩，这个不上肥，这个是没上肥。啊。嗯。它那里面都有化肥。放在这个地方就不用上肥了。那这个还能长得跟那个市场卖的一样的，长不大的是吧？没有那么大。啊。